今日股市由老凤祥特别呈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祥冠名播出的《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市场啊，首先咱们重点要来说一说成交量啊，三市的成交额只有7600亿了，这个成交量呢是一缩再缩啊。由于这个市场的也缺乏更多的增量资金，所以它也导致了市场的呈现出的几个现象：第一就是缩量，第二呢就是热点的轮动节奏非常快啊。就现在你会发现，每天的市场啊，你只要追它就套你啊，你只要大跌的时候，如果是主线，就至少大家还是有一定预期的方向。大跌的时候你敢抄，那至少还是给你一些利润的空间的。但是呢，这个热点它没有持续性可言啊，弹起来了就被人砸下去了啊，抄完了之后就有人做梯队线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大风车式的这种快速轮动的行情，在接下来的市场是否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在今天晚上呢，有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也发布了中报的一个业绩预告。至于市场到底会怎么去理解啊 AI 的这条主线是否还能够进一步的去延续下去，我觉得明天就非常关键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指数层面今天的表现情况。上证指数今天是一个缩量震荡的格局啊，收盘点位呢是在3200点，至少还是收在了3200点之上，0.22%的涨幅啊，就是在这个位置上的震荡呢，其实也挺好，就只要它横得住啊，也算是好的，把这些中期的和短期的均线啊，能够慢慢的粘合，然后再重新的发散成多头排列啊，那也可以。但是成交量方面还是比较低迷啊，3115亿。我们再来看一下上证五零的表现。上证五零呢，今天是还是早盘是跳空高开的啊，但是到了这个下午呢，还是把这个今天的跳空的缺口回补掉了，整体呢是收红的状态，0.55%的涨幅。我们看一下成交量啊，今天上证五零是496亿的量，昨天上一个交易日是389亿的量啊，换言之，上证五零今天是一个放量收红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呢，今天是1.37%的涨幅啊，主要呢是一些光伏和新能源的品种，今天在盘中是大幅度的发力啊，1.37%的涨幅，成交量是1984亿，上一个交易日是2100亿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五零的表现。科创五零的表现相较于创业板啊，可能就会偏弱一点了。从今天的这个市场来看，整体的表现呢，目前好像资金还是在做一些高低切换啊。今天是0.19%的涨幅，成交量方面今天是543亿，上一个交易日600亿。所以今天呢，首先我们先来重点说一下成交量啊，这7600亿的成交量到底透露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接下来是否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机会？我们来听一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看看他们三位怎么判断。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分别是张磊、夏天还有林世稳啊，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的统计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指数层面啊，今天全线是红盘报收，只有创业板的涨幅啊超过了1%。成交量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还是比较低迷啊，这个上一个交易日是8000亿，今天只有7630亿了。再来看一下市场的活跃度啊，但是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涨停家数今天明显增加，上一个交易是26家涨停，今天是42家个股涨停，当然有很多是一些低位的个股啊打到涨停板，跌停家数11家。赚钱效应方面呢是51%啊，这个涨跌互现，一半一半。最后来看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和大家重点互动的是有关于成交量的话题。成交量创了阶段性的新低，那么透露出了一种何种的信心呢？A 量能萎缩啊，显示出的是抛压减轻，短期呢有望止跌反弹。B 市场的做多情绪依旧是比较低迷的啊，所以指数呢仍将继续寻底。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去参与互动啊，参与投票。
好，我们来听一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怎么去判断啊。今天，张磊怎么看这个成交量啊？阶段性的一个新低了。应该如果从量能的角度来说，这种萎缩，我是倾向于整个市场说明一个做多或者做空的情绪现在都不高，因为在这个阶段，尤其在指数层面上，个人倾向于目前阶段处于一个在阶段的一个磨底期了，已经到了，尤其是主板这一块，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近期是反复的跌落3200，然后又拉回，拉起来，拉回了之后呢，它又无力马上组织上攻，嗯，那么始终在3200点上下做这样一个拉锯。那么这个我觉得一个跟市场目前整个一个做多的明确的方向不明朗也有关，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跟整个市场目前还有一个就是说前期一些热点的题材退潮了之后呢，目前没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去做这样一个切换，或者说做这样一个顶上去的一个作用，那么暂时市场就失去了一个活跃做多的一个主流的一个热点的东西，那么所以在这一带呢是要一定的这种酝酿，所以说指数尤其像主板这一块目前仍然在一些中短期均线的下方，虽然今天尝试过早盘有这样一个脉冲式的上攻，但是也仅维持了半个小时，所以说我认为目前有可能市场还需要一些酝酿，但是从指数层面，在这个位置上下应该属于一种就是说在磨底期的这种，会在3200点这个位置上去筑底吗？还是说要再向下？如果说再向下的话啊，比如说受到一些消息面的因素也好，或者一些突发事件的影响也好，再往3200点下方，甚至去创出前期创下的那个低点，那么我觉得。抛开基本面的一些消息面的因素不谈的话，如果纯粹的从基本面，我们可以看到主板这一块其实从3400到目前为止其实出现过三个向下的跳空缺口，目前只是在第三个缺口的下方其实做这种拉锯，那么以前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说，第三个缺口之下其实已经是一个捷径性的缺口。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呢是，如果从技术的还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再砸出一个新低，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说日线基本上已经出现了就是说会两次的这种底背离的现象，那么这个本身也酝酿着这种就技术上要修复反弹的要求，只不过市场目前没有找到这样一个突破口，所以说做多的一种情绪也不佳，当然作为短期而言做空的力度现在也不强，所以说才产生目前这种反复的震荡，反复的这种拉锯的一种特征，所以短期我觉得先震荡，还是在这里磨的可能性比较大啊。然后呢，虽然会有一些板块的这种轮动，但是从近一两周的这种市场表现来说，更多的都是一些超跌的一些低位的板块做这种脉冲式的这种反弹，而且都不持续。所以说，在这里只能说，就是说跌是跌不动，但是涨也暂时涨不起来，从操作性来说又不强，所以更多的我觉得市场需要等待。那么投资者更多的可以适当的观望一下。就是首先，你倾向于其实还是在3200点震荡磨底，是吧？但是万一要是有一些什么利空消息也好，就纯从技术面的角度，如果真的再有一砸，你觉得那也是个机会了，对，是不是？如果真要往下砸，我觉得大胆一点的或者仓位不重的，倒是可以去伸一伸手。好，但是如果做多呢，你是觉得其实缺乏一个做多的主线啊，做多的方向，就组织起来好像确实没有看到做多的这个品种啊，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观察一下。对，好，咱们来看看夏天怎么理解这个成交量的阶段性的新低啊，你觉得是什么信息？我觉得应该是市场其实做空的动能很弱，就做空动能衰竭，衰竭，对，因为在这个地方今天正好和一些朋友交流，不管说内资外资机构还是这个个人投资者，其实大家的好像赚钱都基本上很难去赚钱，不管你买了什么，其实最近基本上买什么套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就做多的意愿啊其实是很弱，因为没有方向，然后呢，但是呢跌好像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又再去卖好像又不是很对，所以在这边就是反复的这样子缩量的震荡，一天比一天这个成交额还要小，在这地方我觉得张老师讲的已经就跟我的看法相近，对，在这地方你想真的砸下去的话，我觉得也同样来讲再挖一次坑也是给大家一个布局的机会，而且在这里我觉得没有什么过于恐惧了，特别是上证五零这一块，其实大家看看上证五零的年 K 线，我这边讲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来讲，按照历史，你这已经要到年 K 线了吗？对对对，因为已经下半年了嘛。然后是这样，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来讲，上证五零的年 K 线从来没有连续三年收过阴线，
那到目前为止2000还是2500左右，它如果说要今年要收阳的话，其实上面有20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在。这是第二来讲，其实大家看一下这个20年的均线，再往上的话，上证50可能也就是明年会到2400点左右的一个位置，往下也就是100点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对于主板的不管上证50还是上证指数，都不要过于的悲观。在这里地方震荡，让它去震荡，稍微多一点耐心是可以把仓位给加上去。嗯，你觉得现在会比较清晰加仓的方向吗？我觉得今天的成交额其实有一点点的变化出来，因为其他的指数都是缩量的，相反上证50是放量的。而且今天当中其实有一些消费股，它的二季度的这个单季的这个是超预期的。比如说呢？中免。你是指中免？中免，对，是超预期的。所以来讲，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市场在不知不觉当中会有一定的这个切换的动作，就是说不要把五零看得那么的差。当然他想往上，我觉得其实真的难度也很大。就像主板刚赵老师讲的，上面的均线是非常的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想要上去真的很难，而且你又没有主线的东西。所以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五零这边没有那么差，然后科技那边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所以在这边大的小的都熬一熬之后，等待一个契机，那市场可能就会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嗯，好，来听听林世文怎么去看待今天缩量的这个信息。我觉得市场还是更多是处于观望吧。对，就是我理解现在多头还没有聚集起它的一个诸多力量。就是照理来说，我们看到从5月份啊3400多点一路跌到最低3100多啊，现在呢是3200点左右吧。从幅度上来看的话应该是蛮大的，但是多头其实没有发力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比较谨慎啊。谨慎点出于几个方面啊，一个是月底的时候啊，当时可能因为有一个年终考核，对吧，还有一些外部的一些事件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经济数据，那这些数据呢现在呢还在逐一的公布啊。我们看到PMI 当时呢是转弱的，对吧，上周我们看到财新的这个 PMI 都是弱于预期的，然后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CPI 和 PPI 的数据啊也依然是向下的啊，所以说现在的各方面数据来看的话，并不是很支持多头在这里去展开一波很强的反攻啊。然后呢，可能明后两天啊，又要公布这个信贷和社融啊。从目前整个六月份啊，我们看到这个房地产销售数据也不是很好，所以说这个导致了这个经济数据现在总体来看的话都会偏弱啊。所以说现在没有太多的抓手啊，只是说跌得多了，对吧？那跌得多了以后，多头现在马上进场呢，可能相对来说还不足以去吸引它。那我认为呢，这个节点啊，现在就是现实是偏弱的，但是之前大家还有一个预期嘛，但现在预期也会有一些分化啊，就分歧啊，到底有没有政策，对吧？政策什么时候来，力度多大啊？现在已经是有一些分歧的，所以这个分歧导致现在大家不敢去贸然在这个位置去抢反弹或者去做多。当然这个点我觉得可能要等待后面的一些消息啊，政策窗口啊去逐一的落实以后，我们才能去验证。那现在呢，大家都是只是说有些人可能觉得后面会有政策，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政策不会有太高的预期嘛。当然我觉得这一周可能比较关键一点在哪里呢？指数现在目前这个位置是磨底啊，我刚前面说了经济数据各方面呢没有太多抓手，然后呢更多资金现在没有进来，可能更多也选择一个，比如说现在业绩层面大家不是很确定啊，刚才李婷也讲了这个科大讯飞，对吧，这个业绩出来到底明天该怎么去反应，现在大家心里都没底，对吧，你这业绩确实是不好的，但是也不一定见得他是说一定会跌多少，对不对，有可能低开高走，也有可能可能有些人把它理解为就是一个利空出尽啊，那么也有可能啊，那现在呢就是业绩这个窗口呢是不确定的，对吧，到底市场会怎么去反馈。那么这周就是7月15号，因为按照之前交易所的规则啊，深交所主板这边基本上是在7月15号之前是有条件强制披露嘛，那么现在这一些公司会陆续在这一周会公布出来啊，科大讯飞之后可能还有其他的，对吧，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啊，这些对于后面的行情可能还会有些干扰，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资金选择按兵不动，等到它要么业绩落地，要么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经济数据落地，然后呢还要等待一个反馈，什么呢，就是外部的一个反馈啊，这次呢就是中美的这个会谈，对吧，然后呢后面有一些新的动作啊，这个大家可能也在观察吧，所以我觉得这周可能更多是一个磨底啊，弱势震荡。短期呢从盘面上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就是很多板块想拉啊，包括今天新能源板块，包括消费板块拉起来以后啊，但就没有持续力啊，就是这里面大家觉得就是低位起来以后有抛压啊，但是呢打板资金又少，
啊，这样子呢就很容易炸板嘛。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个里面的做的动能还不够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多可能要等到下周，这变盘点呢可能还需要一周时间吧，我认为也不会太久啊。就这个位置可能就算往下空间确实也不会太大，啊，刚才前面两位嘉宾也讲到了，对吧，下方还有个缺口3.30点嘛，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我是倾向于啊，就是这个缺口不一定是短期补啊，但我觉得8月份大概可能后面会去尝试把它补掉啊。7月份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因为至少在目前看到的一些公司，至少呢还有一些预期的，你还能看得到，对吧？那往8月份去看的话，后面的业绩都是拿不出手的，所以我认为呢，就算后面要去往下探的话，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吧，现在还不是那个时候，所以我觉得指数呢可能在这个位置先磨底，然后呢在下周可能会有一个向上去主动进攻的动作啊，所以我觉得指数短期是不悲观的。好，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创业板吧。哎呀，怎么说呢，这个市场啊，我觉得这个市场呢就是在就看大家认为这个市场的这个核心的主线的地位有没有发生变化啊，因为在整个弱宏观的背景之下，很多人都希望风格切换啊，但是呢从现在看下来呢，似乎真的你很难有绝对的风格切换，当主线休整的时候它就是个轮动。创业板呢今天是有1.37%的涨幅啊，我们看一下宁德时代啊，我觉得宁德时代在整个新能源里面已经算很强的了，就一直是在这个箱体的下边，也就是平台横盘震荡，是吧？今天还能有接近3%的涨幅。阳光电源，我们看一下啊，一个光伏，一个车啊，你看这两个其实一直都还是横在这里的啊。然后今天呢，能够大涨的是什么呢？是隆基绿能啊，8.52%的涨幅啊，带动了整个光伏这个板块。刚才大家说到上证50也好，或者说消费也好，主要是中国中免啊，7.2%的涨幅，其实都是长期下跌，然后今天出现这样一个阳线。就我们先来说一说创业板这个上涨啊，新能源其实好像还行，就是从宁德的走势目前来看，但是大家也在预期说中报啊，到底是给它加持呢，还是说其实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兑现点？张磊怎么去判断？其实创业板今天在各指数里边涨幅大，也跟宁德今天的这种逆势的这种反弹回升也有关。当然，创业板指以前我也说过，主要的几块对指数影响大的一个就是新能源这一块，还有一个就是医药这一块的。那么今天因为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光伏什么的都有所反弹，那么其实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类的品种里边其实不少，包括像隆基这一种的，其实就是长期的一个超跌完了之后呢，它随时有这种脉冲式的这种反弹出现去修正一下，但是呢这个关键它又不持续，有时候只能维持个1到2天之后又开始进入这种缓慢的回落，所以在这里目前你要说创业板会引领市场走出一个回升性的行情，目前我觉得还是难，尤其本身创业板指其实在各大指数里边也是一个偏弱的指数，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近期其实创业板指数也是不断的创出一个近几年来的一个新低，所以说短线意义上对于创业板的这种活跃我觉得还需要观察，你不要被就是说1-2天的这种反弹回升那么去干扰，因为同时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从各大指的角度来说，目前哪怕今天创业板涨起来，其实上方的一些均线的压制还是比较明显，目前并没有有效的形成一种转换成一种多头方向上的一种机会，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那么更多的只能当它是一种脉冲。那么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能结束这样一个磨底期，比如说出现一定的这种反弹，或者有可能还要倾向于需要一些大市值的品种来提振市场的这种做多信心。那么如果说像刚才夏天提到50，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察点。那么如果说50能够摆脱目前这种均线的纠缠压制，能够形成比较明确的这种回升的信号的话，那有可能是一个市场结束目前这一段震荡磨底的一种信号。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有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些权重类的指数，而对于一些中小股的一些指数，目前我觉得还是在一种偏弱的震荡整理中。好，夏天怎么看创业板接下来的表现？我觉得毕竟跌了那么多，在这个位置今天能收一根还不错的一个阳线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修复应该是还有希望去修复一下，因为今天我好像看到是光伏，其实它的一个上游的价格好像又出现了一些变化，对，然后但是呢怎么说呢，我们就以宁德来举例来讲，它现在的这个30倍左右的一个估值，想要维持住的话，那它二季度单季度的一个业绩需要有超预期的
这个变化。那如果说不能够超预期的，就而且是比较大的一个超预期，否则给到大家的一个看法就是，哦，你看它的增速真的就是下来了，那我给它三十倍的预期那是合理的，那它是不会上去的。所以如果说宁德时代二季度单季的一个业绩不能大幅超预期的话，我觉得创业板在这个地方只有修复，没有趋势性的行情。但是大家理性的想一想，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目前这样一个车市的情况之下，宁德到底能不能够大幅的超预期。那另外一块，可能有人会说它储能那一块，但是储能在它本身的业务当中其实占比现在是非常小的，所以我觉得它要超预期难度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创业板可能就是跌多之后有一个修复，当然不会说再往下走，但是可能它并不是未来一轮行情的主要方向。嗯，好，一会儿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吧。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呢，我觉得说指数意义也不大啊。为什么意义不大呢？你就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创业板啊，看宁德涨三个点，但实际上今天创业板不是光新能源涨，锦浪科技是涨的啊，那光伏对吧，逆变器涨了12个点，然后像光线传媒啊，就是在成分股当中啊，涨幅居前的一些标的，光线传媒今天是涨了6.02%，然后智飞生物啊，我们看一下智飞生物今天是涨了5.45%，所以今天创业板指数的上涨是创业板的一些成分股，它涉及到新能源，它涉及到医药啊，甚至还有传媒这个方向出现了上涨。但是是不是就说明这三个方向都是好的做多的方向，都是有持续性的方向？就其实很难，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啊。一会儿回来听一听大家从，我觉得从细分的领域详细给大家来说一下吧，新能源、消费、AI 啊，以及其他的方向，哪些可以逢低关注？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加油时刻，我们请出的是郑林，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好的，谢谢主持人，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我们看到指数呢，今天是震荡反弹，存量之下，大市值的权重方向却迎来了久违的放量上涨。那么如何应对当下市场盘面的变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我们看到在近期的市场当中，经历了快速的下跌和反弹之后，市场的调仓换股动作也进一步接近尾声。而本周第一个看好的方向就是低位业绩拐点的优质公司，在市场当中关注点重回业绩超预期主线的时候，都意味着新一轮风格切换。而从近期热门个股的脉冲迹象来看，业绩验证显然成为市场最大的关注点，主线机会也从全面爆发聚焦到了具有核心成长空间的公司当中，那么在业绩的支撑之下，股价才会水涨船高。所以夏季公示的行情当中，持续关注盈利的好公司就是我们当下重点配置的方向了。因此我们今天也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夏季公示当中的一些重要的投资目录名单，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家 APP， 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这份业绩拐点的核心受益公司了。那么其实在今天的盘面当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前期超跌的一些消费呢是出现了大幅回暖，而过于拥挤的科技方向则延续调整的态势。其实这也就说明当下市场当中的一些资金对于高低切换其实是逐步形成共识的过程，而在高低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重点关注的是低位有业绩支撑的一些方向，因为有一些资金他们已经在进行抄底了。具体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在经历了充分的震荡筑底之后，突破箱体平台下方成交量能是同步配合放大的，技术指标 MACD 金叉，而且红柱不断放大，而且股价进入到了加速阶段的关键要素其实就是业绩。该公司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35%，其后短短4个交易日股价上涨超过17%。再来看第二个案例，股价突破箱体平台之后涨势如虹，短短4天股价上涨超过了24%，同样下方的成交量能在配合放大， MACD 指标金叉红柱持续放大，这一切都得益于业绩的支撑。这家公司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108.99%，由此可见在重要的风格切换档期已经从底部启动，而且业绩大超预期的
优质公司资金是在明显抄底，而我们现在关注其实正当时。如果说您也想把握中报业绩窗口黄金窗口期的话，布局一些大超预期的底部拐点公司，不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底部拐点的核心受益公司呢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如果说您看到这些公司短期涨幅已经过大，想要挖掘一些底部刚刚形成拐点的核心公司的话，不妨呢把我们这份名单呢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一定不要错过。具体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我们看到在最新的一些核心受益公司当中，这家公司最新公布的中报业绩预告是大增55%-75%，而股价呢才刚刚突破箱体上轨，下方的成交量能同步配合放大。此外 MACD 技术指标水下金叉红柱不断放大，这也意味着上涨趋势的确立和资金高低切换的意愿，所以在技术指标以及业绩预期的共振之下，股价自然也会有不错的表现。所以在当下重要的时间窗口期，您可以把这份名单呢通过扫码的方式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当然在中报业绩预告的公司当中，并不是说所有公司股价都会上涨，我们重点还是要关注一些股价在低位但是中报业绩预告是大幅超预期的一些核心公司名单。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家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有喜事就有老凤祥。大家好，当前正值财报密集披露期，市场主线围绕中报展开，中报里有很多的财富密码，可惜很多股友都读不懂。那为了帮助大家把握中报行情，我们专门推出了财报掘金高手实战技术课程，你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马上领取。财报掘金高手课程从行业、公司还有资金加仓三大维度帮助你挖掘中报投资机会，学会它你或许也能够成为财报掘金高手。还等什么，赶紧扫码抢先学习。提醒一下新朋友们，看似稳健的中报背后可能处处隐藏着机会和陷阱，不知道如何规避风险的股友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财报掘金高手课程，试一试就知道了。今天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都可以拿到它。希望今天送出的这份财报掘金高手的课程能让你2023年投资顺利。选不到龙头，抓不住趋势，一轮热点板块走完大半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上车机会。其实投资哪有什么天赋异禀，靠的都是天道酬勤，不过一旦努力错方向，很可能也会浪费大把的时间。这套趋势群龙五大战法是我们经过多年的积淀总结出来的实用技巧，有了它或许可以让你在投资路上少走弯路。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这套趋势群龙五大战法，它将通过简单易懂的案例帮您捋清投资思路，如何认清底部形态，怎样寻找黄金买点，准确辨别主力洗盘，分时做差价，逃顶不贪心。五大战法帮您提供炒股思路，记住啊，学什么都不如学方法，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学习趋势群龙五大战法，让您的投资更简单，选股更轻松。掐指一算，今日要抄底，财火爷今日一开盘，不要动啊！哪有这么难？还是要靠学习的坚持。听我的！交锋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老凤祥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
好，欢迎回来啊！接着咱们来看一下今天涨幅居前的一些相关品种。首先，第一个旅游零售，其实就是在中免的带动之下啊，这个板块有7%的涨幅。影视院线啊，刚才也说了，今天像电影啊、传媒啊都有表现。光伏设备啊，就是类似于像锦浪科技啊、通威啊、隆基啊这些啊，航天装备、能源金属、轨交设备等等啊，相对热点就是比较分散了。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消费这个方向啊，毕竟今天。中免是低位放量，但是我看了一下，它今天虽然说量比较大啊，60亿的成交额，但是跟它过去历史上的这种大的成交额来比的话，其实还不算大啊。林师傅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吧，消费股会不会有持续性？消费股我认为是有持续性啊，但是今天中免的这个上涨，因为跟它中报这个预告有一定关系吧，虽然业绩呢也不怎么样啊，但是因为确实今年以来这波跌得很惨啊，从年初，到上周啊，最低点已经腰斩了，对吧？然后呢，确实跌了这么多，然后呢，市场呢可能把这个理解为是利空出尽吧，或者靴子落地啊，然后这里是做了一波强反弹。但是因为中免本身呢，它体量比较大啊，我倒觉得它的机会可能不一定好把握。那反过来，我觉得现在其他方向的一些消费，我倒觉得大家还不妨可以继续跟踪一下。其实最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几个，像西安那边的几个旅游公司啊，他们走势还蛮强的。包括呢，我们看到现在就最近的一些商业连锁啊，像三江，对吧？上周五是涨停，今天盘中呢也是有大幅上涨。还有一家公司叫步步高，今天盘中也是涨停的。那其实我觉得消费里面它有这种弹性啊，一个是确实也前期调整也比较充分啊，另外一个呢，你看这些公司能涨停的原因在哪里呢？体量都很小啊，就几十个亿啊。然后呢，我觉得其实大家也看到今年的经济的形势啊，包括我们现在经济的数据来看的话。并不是那么理想啊，所以我觉得很多资金也想着，哎，后面会不会出一些政策？那政策无非就是几个方面嘛，就是到底是消费还是投资，对吧？那从投资端来看的话，最近总体还偏弱的啊，无论是建材、地产等等。那消费端呢，其实这段时间还不断有活跃啊，像汽车板块其实就是上走出来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对吧？像汽车零部件等等，也是基于前期的政策的一些扶持，所以我觉得消费端呢，可能相对来说出政策的概率会更大。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也是本身是属于一个旅游消费的旺季，后面呢还有马上就要9月份还有一个中秋国庆，所以说这个叠加一起来看的话，就往后去看几个月，对于消费来说它是有这个抓手的，所以我认为现在资金去找这些低位的超低的消费去做反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对，然后呢，我觉得现在呢还有一个因素在哪里呢？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现在是属于中报的窗口。大家担心的是会不会有一些业绩啊，这个问题等等啊。那我觉得现在恰恰对消费来说啊，今年的中报我觉得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啊，因为去年大家也知道，就去年是基数比较低嘛，对吧？二季度的情况啊，大家应该也是比较清楚的。那在这种低基数情况之下，我觉得业绩呢肯定是比去年同比的情况要好啊。所以说它不，大家是不是应该要看环比呢？现在？环比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同比是这样，同比是个确定的事件，对对吧？环比才是比较关键的，是吧？对，现在因为消费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像一季度啊，像有一个过年嘛，但这个是基数会高一点啊，有些啊，但是这里面我是觉得，今年1月份啊，其实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吧，但是我觉得真正等到消费慢慢恢复啊，应该是在二季度。这个窗口会更概率更大一点。其实我觉得对于业绩来说啊，对于目前的消费，它不是主要的一个就是不是主要的重点啊，它是一个加分项。你有业绩，那当然是好的；没有业绩或者业绩比较不是那么理想，像中免，它业绩难道好吗？中免业绩也比较一般啊。但是为什么今天的反应是这样子呢？我的理解就是市场呢没有把它当成一个负面的消息去看待了，因为确实之前调整已经。去消化反应过了啊，所以我认为现在消费的一个点啊，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有催化剂，一个是业绩这个窗口对他来说它的干扰会比较小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在包括政策预期，可能在7月份啊后面如果是有一些政策的话，那可能对消费来说也会更加友好一点啊，所以我倾向于消费这段时间可能机会会更多一点啊，低位的一些品种最近是有轮番的活跃的啊，包括刚才李林讲的，就是一些免税的一些公司，不排除未来一些。地方国资对吧，包括最近像格力啊、海汽集团等等这些地方国资，它都有这种冲动去做这种免税的这个业务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潜在的催化剂，包括北京那边的国资的免税的一些公司啊，其实今天表现也还可以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因素影响之下呢，消费股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大家不妨还是可以去留意一下。嗯，就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已经把很多的利空在股价当中释放了，是吧？你是觉得，因为消费，我觉得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消费的东西就品类很多，
啊，就是你说比如说房地产算不算消费，它也算消费啊，你说免税是不是消费，它也是，白酒也是，家电也是，对吧，小家电也是啊，就很多方向其实它都能算消费。就是因为消费的品类太多太杂了之后呢，它里边就一定是会有所不同的，你不可能用一个公司的业绩解释所有的消费股它都是好的，没有办法这样，所以它其实还是很结构化的。你是倾向于大家要关注消费就是关注免税吗？商业连锁，对，我觉得这块其实刚李婷补充的很对啊，就是消费板块很多啊，酿酒食品什么都可以往里面塞啊，但是现在这种行情啊，你不可能指望整个消费板块一起共振啊向上，对吧？所以我前面讲到一个点，就是现在就是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旅游消费的旺季，对吧？大家都会出行啊，可能像来上海迪士尼啊等等啊，那你会去商场逛街、购物，对吧？这是存在的，包括不排除未来会有这种消费券的发放，也是鼓励啊这个居民出来去商场去购物，这个都是对于相关的一些商业连锁或者是说这些百货类的公司是有利的啊，包括旅游、酒店、出行端的。啊，这个现在本身也是旺季嘛，所以我觉得，这些消费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容易去引起资金的一个共鸣。那反观现在的像酿酒啊，家电其实已经涨过了。那么酿酒这一块呢，我觉得现在呢没有太多预期啊，因为它是跟经济周期是正相关的，对吧？现在经济整个情况来看的话，没有那么强啊，所以我觉得对于酿酒食品板块，目前来看的话，它不是一个很适合你去关注的啊。所以你看到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些，都是跟出行链相关，或者是你去。消费就是比如说餐饮连锁等等啊，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是目前市场关注的比较多的啊，所以你看到最近活跃度比较高的能涨停的也就基本上就是商业连锁，对吧，或者是出行链相关的一些品种，对。嗯，好，我们再来说说新能源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个股的成交额的排行榜的情况啊。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在 AI 休整了之后呢，成交额的排行榜尤其是在前几位一直在发生变化。上周呢是像长安汽车啊这一类的曾经在成交额的榜首的位置，今天呢是隆基绿能83亿，然后就是中国中免60亿啊，再往后就是中继旭创、科大讯飞、拓维信息46亿以上，然后宁德时代36亿。你再往后看的话，就是新能源、汽车啊，然后还有像 CPO 其实都有啊，所以隆基绿能呢今天也有83亿的成交，我张磊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吧，就是这么大的成交量，怎么去看待赛道股有反弹机会吗？这些尤其像隆基的这种新能源，因为记得前两年这些板块是一些机构的一种宠儿，那么通过其实对于近两年的这种业绩不断向上的一种拉升之后啊，其实在这一轮下跌之前，他们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于高的一个标的水平了。那么随着它的这种业绩预期开始回落之后，其实整个市场对它的这种修正也是很快的，尤其像隆基，我们可以看那么短短一年多，其实从高位跌下来已经不止跌掉一半多了。那么所以说从长期的逻辑角度来说，它超跌是肯定，但是呢因为另一块呢又是因为对于整个业绩的这种预期，有可能市场已经开始在不断的往下修正，那么这样的话呢市场是给不了它这种继续向上做多的这种长期的逻辑，那么在这种持续下跌的过程中呢，只能就是说偶尔的随着市场的一种比如说短期热点炒作的真空期啊，或者说一种休整期的时候，那么出现一次这种脉冲式的这种反弹，那么这种个人认为更多的有可能是一种偏技术面的反弹，那么其实跟它的基本面改善啊或者基本面的变化我觉得应该并不大。那么其次也提到过，就是说原来的这种机构的这种宠儿一旦被抛弃之后啊，其实这里边会有这种不断的这种长期的杀跌盘出来，因为随着它的不断向下的修正的话，其实是形成一种不断的减持减持减持的这种过程。所以说新能源这个方向上我觉得在未来有可能整体的这种机会依然不会有，因为目前来说一旦被主流的这些抛弃之后啊，它没有经过一个相当长期漫长的下跌或者一个修整期，是很难再度有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波段啊，或者说一种中线的机会，所以短期的这种放量，那么我个人觉得，你要说它有资金抄底也好，但是反过来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其实在抄的过程中，博弈也很厉害，也有人在抛，否则的话是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成交。所以说对它，我觉得不要轻而易举的去下手。你如果真的对新能源感兴趣，那无妨，你也可以再观察几天。如果说它能够比较有效的把一些，短期的一些中短期的均线能修复好，那么有可能还能完成一次波段的反弹。挺长的时间，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对这一类长期走弱的品种去下手。
好，夏天也说说新能源吧。就是当然隆基今天是因为它毕竟是怎么讲新能源的一些核心龙头啊，这比较吸引眼球。但实际上呢，大家也不是说一定要去关注隆基或者通威，就你他们止跌了啊，开始放量，是不是说明新能源赛道里面的机会开始涌现了？就我不是要一定要看着龙头的，你怎么看？你觉得你如果说是整个行业的机会，所说的机会是像以前那样的机会，我觉得是不存在的。就整个板块被它的那种大行情，当然你说当中的一些细分的行业会不会有机会，我觉得这个就很难我们这样去一概而论了。那总体我觉得就是这个行业其实也是会给它给大家看给到它的一个估值已经给到了一个普通制造业的估值了，那说明我觉得整个行业的成长性在过去两年已经是达到了高峰，所以真的机会可能也就是个体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去关注它。好，林世伟有补充吗？新能源？新能源现在就是大家预期都很低啊，就是因为确实今年的专业数据啊，跟之前去比的话，你肯定有些这个数据肯定是没法比的啊，包括呢，因为去年业绩基数比较高嘛。但我觉得现在是对于整个新能源板块来说的话，它的最大优势啊，确实跌的比较多嘛，现在最大优势跌多了是一个最前提的一个条件啊。另外有一些催化剂，对吧？你比如说后面的钻金能不能跟上啊？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另外一个是中报嘛，就我新能源方向我倒是认可的是储能这个方向啊。储能其实今年有几个品种表现都比较强，对。然后我觉得这里面弹性大的，包括有业绩增速高的，可能在储能这个方向。可能概率会更大一点吧，就是如果真要找新能源机会的话，我是偏向储能这块的机会。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一说 AI 啊，再来说一说明天具体的操作思路。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请出的是陈伟，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陈伟，你好。好的，主持人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陈伟。很多朋友表示近期买了一些热门的题材方向，但是股价却大幅的下跌。其实根本因素很简单，这段时间到八月底都是上市公司披露半年报的密集时间，因此资金更多关注的上市公司自身的业绩情况，而不是题材的方向。因此这段时间啊，我们应该多关注那些业绩预告超出预期的品种，它不仅吸引了很多短期资金的关注，也是我们很多机构投资者下半年调仓换股的重要依据。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表现。前几天啊，那些业绩增速超出预期的品种，这两天获得很多资金的积极买入。像长青集团，之前7月6号公告半年报业绩预增1590%，已经连续两天冲击了涨停板。南华期货是前天刚刚公告半年报预增122%，这两天也是涨停板创出反弹的新高。嘉友国际7月9号公告中报预增65%，虽然不是很高啊，但是今天也是盘中冲击了涨停板。这说明这两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手中的持仓，不仅是题材，它的业绩也非常的关键。所以今天带来一份半年报预计增速很快甚至翻倍的品种的选股思路，大家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这份名单，就是中报业绩预计将翻倍成长的一些个股的资料。我们相信这个方向在未来更容易获得资金的关注。那么这个方向的上涨原理是什么呢？其实在历史上很多大盘下跌过程中跟随超跌的公司啊，当它的季报年报表现超出预期之后，往往都有十分不错的长期表现。原因是它本身缺乏自主下跌的动力，更多是被外围环境给拖累的。这个时候如果说市场发现它的业绩是翻倍成长的话，那么它的股价就有回升到合理股价的需求，甚至进一步保持上涨的趋势，而在这其中就有巨大的盈利空间。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的公司表现，比如说联创股份，之前啊在低位的时候也是跟随大盘严重超跌近30%，但是啊之后在2021年的中期7月5号公布了当年的业绩预告，发现迎来重要的拐点，中报预增达到180%，结果股价不仅进入到反弹周期，而且一波行情直接大幅上涨了5倍之多。另外还有个例子是2022年的科信技术，也是跟随大盘连续超跌了近50%，但之后呢，市场发现它的中报预增达到140%，所以股价不仅是回到合理的股价，并且进一步进入到上涨趋势，前后总共上涨了600%。而今年
大盘总体表现也是偏弱势，那么其中总有一些业绩啊还不错的品种，那么他们当中哪一些也能够走出趋势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选股思路。我们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即可获得这份选股的思路，分成三步。第一步，将今年以来啊股价严重超跌超过30%的品种给筛选出来。我们发现总共有183家上市公司，而其中有很多业绩都是增长的，但是翻倍的公司呢只有30家，就是一小部分了。然后我们还得进一步筛选市场资金的态度，他们当中有一些近期啊获得资金的大幅净流入，未来上涨的几率会更大，而符合这个条件的公司只有3家。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想把握近期市场行情最新思路的话，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即可获得刚才那份选股的名单，就是业绩有翻倍增长的，前期呢又被大幅错杀的潜力龙头股的名单。大家用手机微信啊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领取，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走出价值的重新修复。好，我们用手机微信扫码领取之后呢，可以看到以下的几个案例。第一个，与英伟达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公司，净利润最近4年增长了3倍，但是股价却位于低位，而机构进一步预测啊，今年的中报将大幅增长，所以未来有希望进入到上涨趋势。尤其是最近2周获得400多家机构密集调研，所以该公司未来很有可能获得更多资金的深入关注。第二个，中报预增15倍，超出预期，前期超跌40%，最近啊也在上涨趋势过程中。好，下面再看第三个案例，一个出口急剧扩张，市场预期啊中报将出现翻倍成长的公司，最近股价是刚刚突破箱体的压制，由于1季度就已经获得公募基金的积极买入，所以未来空间也是十分值得期待。好，以上是我们最新关注的3个案例，大家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领取这份资料，业绩翻倍被错杀的潜力龙头股的相关名单。好，大家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领取。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不跟随也可风华万象，不怀疑，学会欣赏自己，专注，坚持，打造属于自己的故事。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3个世纪的经典。大家好，当前正值财报密集披露期，市场主线围绕中报展开。中报里有很多的财富密码，可惜很多股友都读不懂。那为了帮助大家把握中报行情，我们专门推出了财报掘金高手实战技术课程，你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马上领取。财报掘金高手课程从行业、公司还有资金加仓3大维度帮助你挖掘中报投资机会，学会它你或许也能够成为财报掘金高手。还等什么？赶紧扫码抢先学习。提醒下新朋友们，看似稳健的中报背后可能处处隐藏着机会和陷阱，不知道如何规避风险的股友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财报掘金高手课程，试一试就知道了。今天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都可以拿到它。希望今天送出的这份财报掘金高手的课程能让你2023年投资顺利。90年代，收获是一份仪式感，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千禧年，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后来，收获是掌间的金融图标，信息很多，答案却很少。现在，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是专业赋予的省心与便捷。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掐指一算，今日要抛底，财富也今日一开盘，不要动啊！哪有这股神？还是要靠学习的天。听我的！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老凤祥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
好，欢迎回来。第一财经二十周年庆感恩回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家 APP， 现时领取30天的 VIP 的使用权。大咖在线直播点评，捕捉市场新风口，三步买卖指标揭示个股的强弱区间，规避交易风险，四维度深度整股，看清趋势走向，功能升级，福利升级，体验升级。现在就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家 APP， 更多惊喜好礼在等着你啊！有看头家，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呢，咱们来聊一聊 AI 啊。今天呢，这个人工智能板块的微幅下跌0.31%，成交量方面是1100亿啊。如果和它前期成交额比较高的阶段去比呢，已经萎缩了差不多也有40%左右了啊，最高也是有2800-900亿的一个水平了。夏天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AI 或者说 TMT 这个方向现在怎么看？好的，今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公司出了公告，那科大讯飞。表面上看好像是不好，但是大家拆开来看看，一季度是亏了5700万，然后二季度单季应该是赚了，应该是1亿到1亿4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表明了两点问题。第一点，那它一定是算力上投了不少，所以一季度是亏的。然后二季度的话，通过它的一个大模型出来之后，赋能它的两款那个终端的话，是赚了不少钱。而这两款终端的话，这个终端的话，其实是从五月份。是涨130几，然后6月份是涨了200多，基本上可以说是最后两个月把它的二季度的业绩给提起来了，那也就证明了算力是赚钱的，然后这个由 AI 赋能之后做中下游的这个销售额是有所提升的，那给到市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偏正面的正面的一个预期吧，就所以明天我们看一下看市场怎么想，我觉得应该来讲会偏正面，因为大家想一开始都在说可能这个东西只是概念的炒作不会赚钱，但是现在发觉算力 CPU 这一块其实是一定赚钱的，而且我看今天好像也有一家 CPU 的公司出了公告，是它的出货量好像有往上走，所以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给到大家一个能够强化大家的预期，就是 AI 这个的确是开始慢慢的会有业绩出来。就看市场明天是不是也会往这个方向去理解啊。所以如果你对于现在 AI 的操作建议是什么？我觉得还是要相信 AI，或者这么说 ，AI 是目前仅有的几个在短期内不能被证伪的东西。或者再具体就是不是说 AI 所有对吧？对，应该你是指上游算力啊 CPU 这一块应该是不是短期，这个我觉得应该可以算是短期可以去做被证实的东西，然后它的下游的话应该就是一个短期不能被证伪的东西，我觉得就是确定性，一个是确定好，一个是不能确定它不好，往这两个方向去看。但是大家会觉得就是所谓的确定是什么，比如说中报应该是增长的，但是问题就是股价已经涨了很多，它的增长的幅度对吧是否和它的股价的涨幅能够相匹配，是的啊，你觉得市场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操作态度？我觉得其实最近这个 AI 当中也是调整了不少的幅度，所以现在这个位置的确就是很尴尬，我觉得明天就看场外资金的看法了，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可上可下的一个位置，但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像大模型这类的其实是跌的幅度是比较的大，但是 CPU 这一块其实它的调整基本上是以横向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调整，那很明显在有这个确定性的方向，我觉得应该还是我们最好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明天如果 AI 要涨的话可能还是 CPU 会涨最好。好，林世伟也补充一下吧，人工智能怎么看？短期确实跌了蛮多的吧，我觉得现在因为对这个业绩市场还是存在一些分歧啊，到底是利空出尽的去看还是怎么说啊，所以明天我觉得还比较关键吧，但是从目前市场的情绪来看啊，因为这波成交量也要涨了嘛，我觉得应该也是降到一个阶段冰点吧，那么确实刚才你也讲的，就是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你是没法证伪的对吧，因为确实放在海外人家也给出了那么高的估值啊，那么我觉得国内这一块啊，未来预期成长性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对吧？只是说短期的业绩的波动问题。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对于相关的一些公司来说啊，可能比如说，这些算力的，对吧？这个是大家预期最高的嘛。但是因为普遍位置都没有跌太多，就没法操作啊。那我觉得现在既然从科大讯飞今年这个业绩来看，二季度其实还是不算太差吧，我觉得是这么看啊。但是，这个角度去理解一下，那就是比如说今天其实有个板块就是游戏板块。
油气板块里面，因为这周也是跌的蛮多的嘛，但是我看了几个品种啊，今天其实盘面中表现还不错啊，像中继续创，像下午呢其实是也有在收回来嘛，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资金在尝试在进场做超跌反弹啊，但是我对于人工智能来说的话，目前啊，毕竟还是一个业绩窗口期啊，能不能出现类似于像科大讯飞这种业绩，对吧？也许有一些工程的业绩更差也说不定啊，那这后面呢可能还是有分歧的压力。对，但是我觉得有确定性更高的啊，比如说最近今年的游戏这块业绩可能确定会比较高一点吧。如果要做超跌反弹的话，我觉得这里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对吧？因为高位的品种呢，现在确实你从操作角度来看，并不是那么高吗？我觉得游戏还好，游戏今年现在估值其实二十几倍吧，三十倍吧，而且呢这波我看了一下游戏的涨幅其实不算太离谱。对，你看那几个核心的，像神州太岳五块钱涨到十六块钱，你像那个像世纪华通嘛，我就说。就大世纪华通上期可能就是翻倍吧，对，也是从这是几块钱，四块钱涨到八块钱，对，就翻倍嘛，就是那你去跟那个 CPU 去比的话，那个业绩的增速应该也不同吧，对，但我觉得估值也有优势嘛，因为像游戏其实现在估值呢都是在二三十倍嘛，对，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好去把握的啊，就是至少能看得懂吧，对。好，接着咱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情况啊。今天的北向资金呢是小幅流入，主要是流入在了沪股通方面。沪股通呢流入了12.67亿啊，深股通呢是小幅流出0.36亿。来看一下两融余额啊，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是出现了回落啊，但是并没有说回落的幅度很明显啊。再来看一下新股的情况，明天呢是有新股可以进行申购的。观众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47%对53%，选 B 的比例更高一些。市场的做多情绪依旧低迷，指数或将继续寻底啊。仓位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一下啊。减仓的比例比较高啊，26%啊。好，最后啊，咱们来说说操作吧啊，看看明天，可以关注的机会是什么，风险是什么，怎么去看啊？张磊的操作建议，因为短期是在磨的过程中，没有那种趋势性的机会嘛，所以一般短期的这种快速的轮动的一些板块脉冲式的上扬，我觉得不要轻易去追，这个因为现在一般一追就短期被套，所以我觉得不要太激进，应该是近期的一个操作要领，我觉得就是等一等是吗？啊，你可要么就等到突然间就是宁可慢半拍，就是给出市场明确信号了之后，你再去，其实也来得及。因为我倾向于刚才也说了，如果这个地方出现机会，应该是一个不说很中期的这种大的机会，至少会有一个波段性的上涨机会。那么你等波段的信号出来，你再去介入，我觉得还是来得及。对，就大家现在就是之所以缩量，就是找不到一个阶段性机会的那个方向嘛，对对对，对吧？就是你会看这市场这么多东西，消费也有人去啊，顺周期的什么别的方向也有人去啊，然后你说科技这儿也有人去，这科技的内部吧，哎呀又分得很散，所以大家形不成合力啊。夏天，明天的操作建议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趁着这种纠结的时候，赶紧上仓位。什么上仓位上去啊？现在这个位置上应该上仓位。就我刚刚说完的就是没有合力，你上仓位上什么呢？不，这我觉得，比如说对于我来讲，AI 芯片这个券商。还有这个机器人这一块，我觉得都是我看好的方向，我一定会在这个地方上仓位，我愿意在这个地方去纠结纠结。当然有人会说我等一根阳线打出来之后我再去考虑上什么样的品种，但是我相信说这样的话的人可能真的阳线打出来一不一定敢上了。但是万一打出来那根阳线不是你的市场，怎么那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市场应该没有别的东西。顺周期没有吗？你觉得？顺周期我觉得首先排除掉房地产，然后你说有色之类的东西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我的菜。我觉得这些东西当中，踩雷的概率不会太大。就总有一个应该是总有一个能够成为，对，是的。好，林世稳呢？我觉得关注轮动吧，就是这两天跌的比较多的，我看前面讲到的这个 TMT 啊，我觉得是可以去逢低的去把握一下。征战股海，瞬息万变，锦囊妙计，定胜负。纵观市场，波诡云谲，火眼金睛，变英雄。择时重于择，跟随大资金，用数据说话，顺势而为，拥抱成长，慢即是快，道重于速，选行业，看业绩，行业为纲，趋势为王，波段交易，投资达人齐聚一堂，
众说纷纭，华山论剑。每个交易日晚7点，谈股论金，为您开启价值投资盛宴。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未来下一代人可能没子女，那你会相信今天他已然是年轻人的未来的养老问题？